羽球冠军赛，许文琪、宋硕云法国羽球挑战赛女单冠军决赛，语音直播为台湾之光们加油。无比赛画面不喜勿录，小林直播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呢，我们一起呢来帮许文琪、宋硕云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哦。OK OK， 好，那如果这个声音听的清楚的话，如果这个声音听得还清楚的话，在影片底下哈，帮我留个言说可以。OK，Hello，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跟大家问声好。OK， 好了 ，Hello， 这个洪凯 ，Hello， 这个右鲁，然后谢谢盛怀，然后谢谢这个哲弟，好，游戏频道还有虎鲸，没有错，是这个台湾对台湾。OK， 好，谢谢悠悠。OK。那也谢谢洪凯说叫做南特羽球挑战赛，其实我们直接讲法国羽球挑战赛，大家比较听得懂。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大家浅显易懂，当然比较专业的、比较特别特定的名字你可以这样讲，但是我们主要是要让所有的观众能够轻而易举去了解这个比赛。OK， Hello， 谢谢这个右鲁，谢谢这个猫，谢谢新伟。OK， 谢谢这个悠悠的分享。好的，那这场比赛呢，许文琪跟宋硕云的比赛即将要来开始了，那我们马上呢把这个把这个比分弄出来给大家看。 OK， 好，那许文琪跟宋硕云其实今年有比过一次，那当时呢就是在奥地利公开赛，那在几个月前呢，好像在五月的时候，那当时呢许文琪是2-1打败了宋硕云，所以呢这个部分许文琪对宋硕云来讲是特别的有经验啊，他比较有经验，来跟两个人对彼此的打法都蛮熟悉的。那目前呢目前呢正在做第一球的这个拉吊。 OK， 好，双方呢目前0-0互不相让。 OK， 新伟说哪里可以去看，这个是国外的网站，你要先加入他的会员啊，有点麻烦，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没有办法分享网址，你直接打 Badminton Euro 就可以了。 OK， 好，直接打这个好，这个申进申有新伟，好，请你直接在 Google 搜寻 Badminton Euro， 去这个官网来去做观看就可以了。OK， 也跟 Molly 讲一下。OK， 好，也谢谢玉成。Hello。OK， 也谢谢右鲁。好，那这边我们持续来看一下。OK， 目前比数0-0。刚刚我以为他们在已经开始了，没有啦，好，现在还在对练的这个过程中而已。OK， 好。那影片底下我们一起在留言，影片底下留言777，帮许文琪、宋硕云加油拿冠军。OK， 影片底下留言777，帮助许文琪、宋硕云加油拿冠军。那我们的加油口号也很简单，许文琪、宋硕云，影片底下留言，金牌、银牌都爱你。OK， 今天小林的这个魔咒都没有发威啊，刚刚这个射箭的女团呢，小林魔咒没有发威，女团拿下了冠军，太开心了。谢谢右鲁，谢谢新伟。OK，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比数0-0。OK， 这个部分两位选手今天都是穿着红色的这个比赛服，那这个宋硕云他是有个白色接袖的一个比赛服。 OK， 那许文琪是全部都是红色的，哇，这个部分让许文琪拿到一个 lucky ball， 比数1-0。 OK， Hello 张少， Hello 玉慧，晚安。洪凯说看这个比赛要钱吗？看这个比赛不用钱，但是你要就是因为都是全英文，所以你英文可能直接用 Google 翻译去翻一下。 OK， 谢谢虎鲸，谢谢右鲁，谢谢新伟，谢谢猫，谢谢张少。 OK，遇到了适应场地的李子嘉，好开心，开心啊，开心啊。OK， 也欢迎这个张少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他有买到这个马来西亚公开赛的票，去看李子嘉的这个场地适应。OK， 好，谢谢洪凯，谢谢这个 Jeffrey 的分享。OK， 有看到小林去戴蒙 TTY 的影片，真是羡慕。哎，对啊，这个我大老远从火星啊，火星坐太空梭来到地球，再转搭飞机，再转搭高铁，再转搭什么台湾的火车、台湾的捷运，去到小戴那边，真的我也是开心啊。Jeffrey 有空你也可以去看一下。目前呢，许文琪呢目前是3-0，我们看一下许文琪发球发一个后场高，这边宋硕云去瞄准，
两人都是右手持拍的选手，宋淑云这边回一个中路，哇哦，宋师傅攻他中路拿分，好球，来3-1，3-1，宋淑云拿分 ，OK， 好，宋淑云开球，两人都是右手持拍，然后许文琪他的打法有人说有点像澳元希望，但是我个人认为他相较于澳元希望来讲呢，更有攻击的欲望。那这边呢，澳元希望比较是走后场拉吊突袭的一个选手，但是许文琪他除了后场拉吊以外呢，他的这个进攻呢，在前场的控场的欲望也是非常强。那许文琪这个宋硕云的话呢，我个人是认为他就是一个全面进攻型的选手，不能说他防守烂，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说他是攻优于守啦，这是我的分析，这个看球的一个分析啊，也跟大家分享。如果你也觉得说，如果你觉得小林这边讲的有道理，影片底下可以留言333啊。如果你觉得小林乱讲的啦，影片可以留言加零 ，OK。好，那这边呢，宋硕云的回击呢，收到了不错的效果，比数4-2，4-2，宋硕云继续呢，好来发球。好，谢谢这个红凯的分享 ，OK， 也谢谢这个，谢谢这个虎鲸，也谢谢张少，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小林这场不管怎么样都要脱帽脱墨镜，没有错没有错。宋硕云昨天赢谁啊？宋硕云昨天赢谁？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好不好？这个红凯 ，OK， 这边我们继续看一下宋硕云这边回一个后场高，这边宋硕云的反手拍再来。我来到一个回一个后场高远，这边我们看一下，目前比数4-3，宋硕云这边落后一分，许文琪领先一分。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宋硕云往前点短，再点一颗短的，哇哦，这球有点可惜，点太短了，然后直接太浅了，直接让许文琪直接有一个做一个近身球的回击。目前比数5-3，许文琪目前呢领先两分，宋硕云两分落后。好。然后谢谢这个景鹏 ，OK， 景鹏30是什么意思 ？OK， 这个宏宇比赛画面哪里看 ？Badminton Euro， 你打 Badminton Euro 上面往上拉我的血 ，OK， 网址你打一下应该可以看得到 ，OK， 好，那目前比数是来到了5-3，5-3 ，OK， 射箭女单个人赛几点开始？林佑，这个要查一下就因为我这个部分时间表我怕跟你讲错，因为。我是有印象中的，但是我不能凭印象跟你讲，我怕跟你讲错。那如果大家知道个人赛几点开始，可以跟林佑说一下。也谢谢这个张少的分享。昨天看波波夫进四强，最后有进决赛吗？有，波波夫好像输了吗？好像输了吗 ？OK， 那目前的比数是5-3。哇，这边宋硕云有一个机会，大斜线的穿越，哇，得分。哇，这个部分许文琪反手要勾，结果挂网，5-4。波波夫据我所知刚好像输给丹麦的选手，对，波波夫据我所知应该是输给丹麦的选手 ，OK， 这边是我知道了这个部分啊 ，OK， 好，刚因为丹麦选手那个人的身高，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是安尚文接班人 ，OK， 谢谢这个陈佑鲁的分享，8:02哦，个人赛哦，这个林佑好，陈佑鲁跟你讲哈，谢谢张少，许文琪国际挑战赛无敌，我看好许文琪，谢谢张少，郑煌晚安好，谢谢洪凯，这场赢换台湾男双 ，OK， 好，谢谢这个虎鲸，谢谢郑煌，谢谢洪凯，好，那目前比数是来到6-5，6-5，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这个部分双方真的是非常的激烈。这一球我们看一下，哇，宋硕云推个后场高，正手跳后场高，这一球哇，结果哇，许文琪操之过急，往前想要做一个加压，结果挂网，6-6平手，6-6平手 ，OK， 对，丹麦男双3局胜出，对，没有错。那我个人认为，许文琪现在有一连串的两三个的接二连三的失误，可能是有点操之过急。那反倒是宋硕云这边都是非常的沉稳防守中呢有想办法去找钻那个对手弱点去做一个进攻。但是这边不得不说啊，因为这个许文琪都是败在他自己，这两三分都是败在他自己的失误。宋硕云就只是比较被动的去防守而已。那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许文琪的回球来到了界外，宋硕云哇反超了，哇7-6，宋硕云领先一分这场比赛冠军赛是台湾对台湾 ，OK， 台湾对台湾冠军赛已经开始了 ，OK，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由我们台湾的许文琪 OK 出战这个台湾的 OK 我们台湾的宋硕云 OK 这边也跟大家分享。那宋硕云世界排名71，许文琪呢世界排名44。那许文琪是大会第一种子，宋硕云是大会第八种子，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正煌 ，OK， 谢谢这个墨城 ，OK， 影片底下留言777，帮助许文琪、宋硕云加油拿金牌和拿银牌 ，OK。好，目前的比数，哇哦，结果说着说着，我们来看一下。许文琪现在来发球，这个部分目前我们看一下，许文琪发球发一个后场高远，这边宋硕云也回一个后场高，再来双方都回一个后场高，哇！结果宋硕云这边换他自己失误了，目前8比7，宋硕云呢落后一分，许文琪领先一分 ，OK， 8是许文琪7是宋硕云 ，OK， 好，谢谢这个正煌 ，OK， 谢谢这个虎鲸 ，OK， 好。这部分许文琪回宋硕云回一个后场高，哇，这个高后场高球太浅了掉下来刚好命中红心，让这个许文琪可以做一个扣球大斜线得分，9比7，这个许文琪两分领先。好，我们持续来看一下这个部分，许文琪开一个后场高远，宋硕云，哇，宋硕云想要做一个斜线劈扣，哇，结果这球宋硕云也是，哇，可能也是太急了去做一个挂网自己的失误。现在呢，许文琪把自己的失误稳下来了，但是换成这个宋硕云出现接二连三的失误了。那这个部分在国际挑战赛比较低层级的比赛呢，是常常可以看到的，因为毕竟选手的不稳定性比较高，所以你国际挑战赛比较难看到一些就是多拍来回的这个场面，大部分都是一个短拍数的一个部分。这是我自己看球的经验啦，就是在国际挑战赛你很难看到就是多拍来回，因为国际挑战赛的层级的选手呢，大部分都不是非常的强，有少部分厉害的选手他会过来练兵调整这个自己的这个节奏，但大多数的选手都是比较没有说世界排名前20、前30的选手，所以失误率都会比较高，不稳定性都比较高，所以在这个国际挑战赛比较低层级的比赛，也比较难看到说比较多拍的一个比赛的这个画面，然后也跟大家分享，这是我看球的经验。好，谢谢这个张少小林，今天可惜没有看到小戴，没有关系 ，OK， 谢谢正煌 ，OK， 这个部分有拿下金牌，我们一定会唱国歌，今天一定会唱 ，OK， 谢谢洪凯 ，OK， 也谢谢宇恩双方都加油，哇，结果这个部分让许文琪抢占先机，11比8进入了中场技术暂停 ，OK， 恭喜这个许文琪目前的三分的领先进入中场技术暂停。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e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掌握台湾选手最新比赛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e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掌握最新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哦。好的，谢谢这个正煌的提醒 ，OK， 好，那也谢谢这个宇恩。那目前呢，我想问大家，这场比赛这样比到中这个目前第一局的中场，大家觉得看起来许文琪会赢的，你在影片底下留言加一。那你觉得宋硕云会赢的，在影片底下留言加二。我们看一下分布 ，OK， 我们看一下这边来许文琪的发球，也谢谢这个洪凯的分享，好。不是洪凯，张少的分享。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许文琪的发球。这边男双等一下谁要比，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一起看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在播许文琪和宋硕宇的比赛啊，你现在马上告诉我说男双什么时候要比什么的，这有时候会打断小林在播报的节奏啊。好，所以跟这个正煌讲一下，不好意思了哈。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你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诉这个正煌啊，等一下谁比啊 ？OK。谢谢正煌，谢谢张少，谢谢傅之龙，谢谢昭明。大家目前看起来一面倒是认为说，许文琪可以拿下哈。那我们再进行一次快速的投票，你觉得许文琪可以拿下冠军的，在影片底下留言加一。那你觉得宋硕云可以拿下冠军的，影片底下留言加二。OK， 好，目前比数11比10，看起来宋硕云开始追分了哦。哇，这个部分哇，台湾的这个。后起之秀，哇，宋硕云也开始在追分了。OK， 那目前11比10，宋硕云连追两分。OK， 好，也谢谢洪凯的分享，感谢你哦。OK， 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宋硕云这边大斜线，结果这边的大斜线劈扣
没有办法让许文琪来得分，反倒是宋硕莹追平了，11-11平手。OK， 男双是苏敬恒跟叶红卫，谢谢这个吴宏凯的分享，谢谢正煌的这个加一啊，正煌你有听到了哈，谢谢妹这个部分。OK， 好，来许文琪开球，开一个后场高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这一球，我们来看一下，哇哇，双方平抽挡这个部分，许文琪反手，不是许文琪，宋硕云的反手。哇，反手中路去挡这一颗，结果没有过，不是没有过，回到界外。来，目前12-11，许文琪一分领先。谢谢 Dolly 的分享哦 ，Dolly 认为说是许文这个宋硕云可能会赢啊哈。好，也谢谢大家，那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留言168，表示许文琪、宋硕云继续得分一路发。OK， 这边许文琪回一个后场高，再来宋硕云，正派的回击，这边宋硕云一个调虎离山回一个后，哇，结果这一球的确有收到一个调虎离山的效果。许文琪呢，从这个后场斜线这边，路径走上来，来不及回到界外。OK， 目前比数12-12，目前比分焦灼，目前比分的确焦灼，没有错。这个谢谢这个虎鲸的分享。OK，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来宋硕云来开球，开一颗后场高。好，发一颗后场高，结果这边宋硕云往前，好，戳了一颗短球，正拍，这边反拍去戳一颗短球，再来宋硕云，我回一个前场短，再来宋硕云回一个后场高，许文琪这边也没有进攻的机会，宋硕云这边斜线滑拍，哇，这颗切球很有水准，就有水准哎，很有水准，有小带的感觉啊，非常棒的一个出拍隐蔽性，拿到分数13-12，宋硕云领先一分 ，OK。OK， 这个部分哇，这边也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许文琪、宋硕云按赞加油集气，希望可以集到45个按赞正能量，帮许文琪、宋硕云按赞加油打气。我们把这些按赞正能量传到法国球场，帮许文琪、宋硕云加油。OK， 好，目前比数是来到了13-13。OK， 啊，这边电脑这个计分板比较快，但是我这边还没有看到这个结果，所以先爆雷了。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哇，宋硕云回一个后场高，再来，哇，正拍这个部分有点可惜，回球挂网，所以13-13啊 ，OK， 好的，我们持续来看一下，我们持续来看一下这一个部分，这一个部分 ，OK， 13-13 ，OK， 我们看一下这边，许文琪开球开一个后场高，哇，这边宋硕云回一个中路，再来宋硕云再来 ，biu， 哇，这边走一个。反手拍的一个加压，结果许文琪守住了。这边双方啊去做一个前场的这个博弈。这边，哇哦 ，Oh my God！ 宋硕云这颗漂亮啊，哦，漂亮的观察到许文琪的脚步已经退到后面了，前场轻松滑拍，14-13，漂亮的宋硕云拿下漂亮的一球。OK， 好，14-13，宋硕云领先一分。OK。谢谢这个莫城，希望两位一起进步到前30。谢谢这个虎鲸啊，谢谢这个正煌。正煌有没有即时比分啊？啊，即时比分不是在荧幕上吗？这个正煌，谢谢你帮我们分享这个你的幽默。OK， 哇，结果哇，许文琪这边漂亮的许文琪拿下了漂亮的制胜分，14-14。OK， 好的，谢谢这个方程式。OK， 好。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许文琪，宋硕云，许文琪来发球，不是宋硕云的发球，许文琪来发球，宋硕云来接发。这边许文琪回一个后场高，这边宋硕云也回一个后场高，结果这球巧妙的落点在界内，哇，15-14，哇，宋硕云又得分 ，OK。世界排名积分会有加分吗？会啊，因为这个虽然说这个挑战赛的积分比较低，但是还是有加的啊，跟昭明说一下。OK， 谢谢这个虚拟方程式。这边许文琪往前点短，回一个后场高。哇，这边宋硕云不是跟正，刚刚是宋硕云往前点短回后场高，许文琪得分。哇，这颗宋硕云回到界外，15-15。许文琪排名解冻能够到25名。好，谢谢洪凯的分享。OK，Hello Lee John 你好。这边我们看一下宋硕云往前短拍戳，再来反拍推后场高远。这边宋硕云这边有占一个主导的机会哦，往前正拍滑拍一个切球，
这边再来，宋硕云推一个后场高远，宋硕云这边直接一个哇加压拿分 ，biu biu biu， 哇！结果这一球许文琪来不及救，16-15，宋硕云领先一分。OK， 这个力将在哪里看？你输入 badminton euro 就可以看了，好不好？你输入 badminton euro 就可以看了。OK， 我打给你。你输入 badminton euro 进去他们的网站，然后用脸书去登录注册就可以看了。我们这边不方便分享网这个网址啊，哈。谢谢莫城。OK， 挑战赛的冠军是4000分上下，这个有等级吗？有啊，这个 Derek， 谢谢昭敏。OK， 好，这边的等级呢，很简单，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挑战赛的等级是属于低层次的，低层级的这个等级。那它的积分配置呢，哈？冠军是4000分，亚军是3400，四强是2800 ，OK， 然后八强是2200，十六强是1520，好，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啦哈。那它是属于这个就是比较低层级的一个挑战赛，好，也跟大家讲一下。那这是法国这个南特公开赛第一届举办，好，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那稍早呢，女双的部分呢，徐雅琴跟林婉清也在这个法国的挑战赛拿下了这个女子双打的银牌，也跟大家分享。OK， 啊，等一下如果大家有在问相同类似的问题哈，麻烦帮我回答一下，谢谢哈。好，这边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比数是来到17-16。OK， 那这个宋硕云呢，哈，拿下领先的分数，目前宋硕云只要再赢4分。就可以收下第一局的胜利了。OK， 影片底下留言444表示宋硕云再赢4分拿下第一局胜利。那你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555表示许文琪再赢5分拿下第一局的胜利。OK， 不过我看起来宋硕云这边蛮稳的哦，开始除了防守以外，还积极的进攻，防守也是有模有样。许文琪这边正拍加压，宋硕云这边哇，结果许文琪往前挑短。没有过，又是自己的失误，哇！这个部分许文琪的后，这个今天第一局的失误率真的是偏高一些，18-16，宋硕云2分领先。OK， 谢谢这个易基 ，OK， 也谢谢这个鱿鱼，希望没有念错你的名字啊，陈易基 ，OK， 如果念错，跟你说抱歉啊。洪凯说今天洛建佑生日，祝洛建佑生日快乐。谢谢 Joe Chong， 今年去年只是女台湾，去年是女单，现在全部都有进入国际赛，男双女双都有。OK， 谢谢 Joe Chong 的分享。OK， 哇，结果许文琪这边也是哈，盯住的这个比分哈，追上来一分，18-17。那边这边呢，宋硕云呢跟裁判反映说这边场地有点湿滑。OK。好 ，Hello， 明慧，晚安。那目前我们在这个转播的是这个法国羽球挑战赛女单的冠军赛，是台湾对台湾，台湾的许文琪对上台湾的宋硕云，宋硕云世界排名的是71名，那许文琪世界排名是44名。那两人今年有交过一次的比赛，好，有比过一次赛，那当时是由许文琪2-1拿下比赛的胜利。Hello， 碧英，晚安 ，OK。好，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许文琪这边来发球，许文琪来开球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那也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希望可以集到50个按赞正能量，帮我们两位台湾的女单好手的冠军赛加油集气。OK， 谢谢张少 ，OK， 好的，谢谢张少的这个提醒 ，OK， 好，那目前哇，结果这个部分许文琪这一颗球没有接到，19-17。好，宋硕云呢再2分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影片底下留言222表示宋硕云再2分拿比赛胜利。影片底下留言444表示许文琪再4分拿下第一局比赛胜利。OK， 这边我们看一下宋硕云这边回一个后场高，两颗后场高就是等这个许文琪进攻来，然后宋硕云去做一个被动防守。这边宋硕云再回一个后场高，跟许文琪做拉吊，往前推中路。宋硕云回一个后场高远反拍，这边许文琪也攻中路，宋硕云守住。这边许文琪再回一个后场高，换宋硕云做一个直线正拍加压。哇哦，这边宋硕云不冷了，回一个后场高。这边宋硕云这一个哇正拍勾对角，真的是紧张刺激啊！哇，这边呢少数的个多拍来回，结果这一球宋硕云的正拍扛不住许文琪的正拍加压，挂网19-18，许文琪追上来了。谢谢汉堡哥，谢谢炫华，谢谢景红。OK， 上次是不是许逆转？没有吧？上次是许文琪拿下比赛的胜利，可能是逆转。我看一下，我好像有点记错了。
上次是许文琪先输一局，没有错，算是逆转。OK， 也谢谢景宏啊。OK， 谢谢这个 Derek， 谢谢炫华。OK， 也谢谢这个方程式。如果你觉得小林的直播还不错，你蛮喜欢的话，也可以在影片底下哈，透过小额抖内的这个方式，让小林的频道变得更好。OK， 好，那如果你想要让小林呢嗨嗨吼，小林魔咒呢嗨嗨掉哪一位选手，你也可以吼，透过小额抖内跟我说。OK， 不过今天都是台湾对台湾，应该没有人想嗨掉任何一位选手啦，因为嗨掉任何一位选手还是台湾拿冠军啦。OK， 所以这个部分哈，我们稍微提一下啊，如果你想让小林的这个频道变得更棒、更优质啊，你觉得小林的这个直播你还蛮喜欢的，很辛苦，想要赞美一下小林，你也可以在影片一下小额的抖内哦，跟让小林支持小林，让我的频道变更好啊。有没有抖内我都非常的开心，你来看我们的直播，帮台湾选手加油。OK， 谢谢这个罗叶金包银啊，今年羽球名人堂这个部分是赵云雷跟这个纳希尔的这个入围，谢谢你的这个补充红凯。也谢谢方程式，也谢谢炫华的分享。OK， 好，那这边我们持续来看一下这个部分，结果让许文琪反超19-20，哇哦，这个部分，吼吼吼吼，许文琪不愧是这个国际赛的这个挑战赛的这个冠军啊，冠军常客，哇，面对落后还是可以逆转啊，哇，这个部分有可能第一局会被他逆转吗？我们持续来看一下，我们持续来看一下 ，OK。好，我们持续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哇，目前呢，许文琪开一个后场高远，啊，回个哇，结果宋书颖这颗球，哇，硬是把比赛来到20-20平手。哇，好看啊！这场比赛我怎么感谢这个信奇的订阅支持？谢谢辣哥，谢谢莫城 ，OK， 也谢谢这个谢谢方程式。哇，这个部分两人来到20-20，紧张刺激啊！来宋硕云开球，感觉很像超级一千赛的对抗了啊！哇，这个双方已经是拿出200%的实力了。哇，结果这一球，许文琪自己的失误再现，回球挂网，让宋硕云拿下一分，21-20，21-20。好，谢谢盛凯的分享。OK， 然后这个部分21-20，谢谢炫华。哇哇哇，谢谢这个虎鲸的分享。宋硕云来开球，这边。对许文琪来说，他就必须要守住这一颗球，宋书云的进攻啊。当然，先决条件是许文琪不能有失误。OK， 宋书云这边就是稳扎稳打。OK， 他就是吊球给这个许文琪进攻，因为他就是赌这个许文琪会失误，所以他这边就是好不断的去跟这个许文琪做拉吊。OK， 宋书云这边的策略也是正确的。好，这边呢，不停的防守，不停的防守。好，这边许文琪打不穿的话，就会焦急，结果。哇哦！宋硕云这边直接来一个，我告诉他，宋硕云告诉小林，你讲错了，我不是不停的防守，我是防守中找突袭，后场进攻，让许文琪这球就趴倒在地。哦，宋硕云拿分，22-20，猛啊！哇哦，太猛了，宋硕云，哇，这个部分哦，直接冷不防在后场突袭 ，biu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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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 哇，打穿了许文琪的防线，拿下了分数，22-20 ，Oh my gosh！OK，Hello，、okay, 中心晚安。OK， 谢谢这个泽宇。OK， 谢谢这个小爷，你是 DC 跟我聊天的人。好啦好啦 ，OK，DC、okay, 有很多人跟我聊天啊。OK， 谢谢张少啊，谢谢洪凯，谢谢这个大家分享。OK， 小天本人真的很帅，我知道啊，这个照片比本人帅，本人也比照片帅啊，不分上下，不分炫字啊。OK， 这个部分。好，也谢谢这个，谢谢洪凯说张楠今年会打世锦赛吗？这个我不知道，我要看一下。谢谢洪凯的提问。OK， 那如果你觉得这场比赛宋硕云会直落二拿下比赛胜利，影片底下留言111。你觉得这场比赛不好说，会比到三局才分胜负，影片底下留言333。OK， 你觉得这场比赛宋硕云会直落二打败许文琪拿下金牌？影片底下留言111。你觉得不好说，你觉得这场比赛要到三局才分胜负？影片底下留言333。OK， 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给你满满的台湾选手比赛资讯。一起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掌握最新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哦。也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希望可以集到65个按赞正能量，帮我们台湾的女单许文琪、宋硕云冠军赛、法国的挑战赛冠军赛加油集气。
OK， 谢谢辣哥，谢谢汉堡，谢谢晋方，谢谢方程式。第一届中国有派人参加吗？要看一下这个签表哎、欸。谢谢辣哥，谢谢虎鲸。OK， 也谢谢炫华。OK， 我们持续来看一下。OK， 好，这边我们看一下许文琪哦，这边呢不是许文琪，宋硕云啊、哦，现在两人换场了。OK， 我们持续来看一下，我们持续来看一下，哇，这场比赛真的是紧张，好看刺激啊。OK， 这边。宋硕云发球，发一颗后场高。谢谢盛凯的分享，谢谢这个张胜的分享。明天再去碰碰运气。好的，祝福你碰运气成功，遇到小戴。这个阿奇说许文琪，这个再过不久排名应该会超过白玉坡，应该是指日可待啦，指日可待。OK， 谢谢盛凯。对，应该这个阿奇说这个再过不久应该排名能够超过白玉坡，应该是指日可待啦。OK。就跟这个怎么讲呢？就跟现在很多羽球频道再过不久订阅都会超越小林一样啊，指日可待啊。OK， 小林已经是日薄西山了啊，已经小林的频道已经是像这个哦，这个日暮西山一架坠落了啊，非常多的羽球频道啊，哦、开始纷纷串起啊，哈、哦，这个球路分析的啦，狂剪精华的啦，都很优秀啊，哈、哦，啊、哦，迟早订阅超过小林是正常的。OK， 也谢谢这个，谢谢旧局的订阅支持，感谢你。OK， 好，谢谢新龙安安。OK， 安安，那个射箭女团拿冠军吗？拿了，拿了。谢谢这个阿奇，两人排名只差四，许文琪是44名，白玉珀40，应该是没有错的。OK， 好，谢谢张少的这个分享，纯纯每年。OK， 好，谢谢张少。好，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哇哇哇，许文琪这边哇，直接不冷了，直接这个反手这个攻击这个宋硕云的反手拍加压拿分 ，OK， 2-1，2-1，许文琪领先一分 ，OK， 这边许文琪突然要求要换球，哦，他发现可能球有一些 BC 啦 ，OK， 好，我们持续来看一下，我们持续来看一下 ，OK， 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下正能量按赞，好，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希望可以集到70个按赞正能量，帮台湾的许文琪、宋硕云加油 ，OK， 谢谢这个盛凯说晚点还有射箭个人赛，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好，我们持续来看一下，我们持续来看一下，哇哦，结果这个部分双方非常的如火如荼啊。OK， 好，我们持续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好，目前比数2-2，2-2。好，谢谢盛凯。我今天感觉许文琪的第一局哦，个人觉得他失误偏高，可是有可能失误偏高也有跟场地的风向有关系。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二局。第二局进入到这个中场记录暂停以后，再来看说这场比赛的胜负，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好预测。因为目前看起来第二局开始呢，2-2，双方不分轩制。这个部分，宋硕云回一颗正拍推到后场，马上回中的速度也蛮快的。这边宋硕云来到后场，推一颗后场高远来到这个场中，再来这边，谢谢盛凯。这边我们看一下宋硕云，这边连续三颗走直线一样的路线。OK， 也谢谢莫城帮我们分享这个白玉珀41，许文琪44。OK， 好，也谢谢这个新龙说好可惜。OK， 也谢谢盛凯说快比了。OK， 好，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目前的比分3-2。哇，这颗也是许文琪的一个失误哦，回到了这个界外。好，目前的比数3-2，3-2。OK， 许文琪来，宋硕云来开球，宋硕云来开球。OK， 那宋硕云开一个后场高远。这边宋硕云再回一个后场高，哇！结果后场高这颗出界3-3的平手。OK， 谢谢新龙，谢谢盛凯，哇！结果现在开局不好说啊，两人的这个失误也是偏高啊。OK， 如果许文琪跟宋硕云这样的一个失误的偏高的话，我觉得他们进入到中层级的比赛，我觉得会是一个他们要面临的困难点，因为这个如果失误没有办法降低的话，你到中层级的这个对这个比赛遇到一些稳定性相对高的选手的话，很快比数就会被一波流拉开。所以这个是宋硕云跟许文琪还有许多台湾小将呢要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要想办法把自己的这个失误率降到很低啊。OK， 谢谢这个虎鲸的分享。OK， 也谢谢罗叶射箭女团金牌，没有错，刚有看到你。谢谢盛凯的分享。OK， 好。这边好，也谢谢这个罗叶还有虎鲸鱿鱼刚的分享。好，这边我们持续来看一下，目前比数4-4。
我觉得许文琪可以挑战100级或300级的比赛，许文琪是可以，只是我个人认为每一次的调整都很重要，因为许文琪也是目前看起来让我会觉得说，许文琪的不稳定性还是偏高的。当然，他排名慢慢上升，是他整体实力是有提升哦，后场的防守还有整个跑动的灵活性有出来，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整体的这个把许文琪放到跟世界排名前30的这个选手比，我觉得他的这个稳定性还要再大幅提升。OK， 那也谢谢阿奇的分享，也谢谢盛凯的分享，谢谢慧。OK， 好，慧这个读书加油。OK。好，目前比数是来到6-4 OK， 这边宋硕云领先2分。OK， 7月2号四大天王表演赛，应该林丹没有来哦，应该是林丹没有来，是李龙大这个彼得盖伊还有陶飞克和这个李宗伟，这个真正的四大天王应该没有来。OK， 也谢谢张少补充，也谢谢阿奇，但也是要看状况啦，每次的调整都很重要，没有错。OK， 我们看一下，谢谢阿奇的分享。这边宋硕云还是领先1分，哇哦！结果我觉得第二局开始是双方的一个失误大比拼啊。第二局的关键就是谁只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谁就可以拿下第二局的胜利。如果你认为小林我这边说的对的话，影片底下可以留言999。第二局的这个关键就是两方选手谁只要有效的把自己的失误率降到最低，谁就拿下第二局的胜利。如果你认为小林这边讲的有道理的话，影片底下留言999。OK， 谢谢慧的分享，也谢谢盛凯。OK， 这个慧说郑俊信直播嘛，一句老话告诉你，你可以期待看看哦。林丹可能因为这个中国，这个我有可能啊。谢谢张少。OK， 好，这个部分呢，我们持续来看一下，等我一下。刚发生什么事吗？听到一个蹦一声，好，没事。OK， 这边宋硕云非常的积极，推一个后场，哇，结果宋硕云这边的后场绕头在界内，8-6，宋硕云2分领先。谢谢慧，谢谢正煌，谢谢马吉，好，谢谢盛凯。OK， 好，我们持续来看一下，我喝个水啊。OK。好，谢谢这个盛凯，你喜欢看日本动漫？好 ，OK， 好，收到。谢谢炫华，我们这边直播很有趣啊，就是常常我们在聊羽球的时候，就会有人突然跟你哈，有观众突然跟你聊桌球，就会有观众突然跟你聊射箭，就会有观众突然跟你补充一下别的体育资讯，还会有一些观众呢就跟你聊，然后说我喜欢看日本动漫 ，OK， 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我是觉得啦，我们的观众，我必须告诉你们，你们真的很不会聊天。如果因为我的后台数据告诉我啊，我们的这个观众大部分8-2，80%是男生，20%是女生。如果你各位是单身的话，你这样的跟在聊天室这样子个聊天哦，你是交不到女朋友的、啊，各位，你真的。我跟看了各位这么久，跟了跟开开台开这么久，各位跟我聊天那么久，我看各位的这个聊天的这个留言的分享，我认为啦哈，你各位啊，如果都是男生的话，你要交到男朋友真的女朋友，你要交到女朋友真的难啊。我个人觉得，我必须良心讲一句，我觉得在座各位都很不会聊天。OK。啊，至于怎么样才叫一个有效的聊天方法呢？小林之后会开一个课程，哦，非常非常的简单 ，OK， 这个课程哦，就是啊、付费课程，然后你只要付15块，我就教你怎么聊天把妹 ，OK， 好，我这边不好意思啊，我们做做效果，哦，没事 ，OK， 好，目前比数8-8，哇，这边刚刚宋硕云呢，哦，刚刚宋硕云呢，好、哦，才刚刚哈。把自己的这个失误呢降低，结果他现在失误又开始冒高了。OK， 我们看一下许文琪这边挑一个正手拍回后场高远。OK， 谢谢这个虎鲸鱿鱼999。OK， 慧说我要走了，好，拜拜。祝福你这个课业进步。OK，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哇，结果这一球宋硕云，哇，有一个呛死，哇，这边许文琪回一个高球。哇，谢谢阿飞，台湾好比台湾，谢谢阿丽啊，我猜文琪 ，OK， 好，我们刚刚大部分都是认为是文琪会拿下冠军啊，很多人的这个想法都是这么认为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哇，结果这一球许文琪这边直接让宋硕云得分9-8
OK， 谢谢方程式999。OK， 好的，我们持续来看一下。OK， 会打到第三局啦。我个人不好说，不好说。看起来宋硕宇稳定性相对高一点点。OK， 谢谢 Jeffrey 蔡，谢谢方程式，谢谢这个阿力的分享。OK， 这边我们看一下。这边宋硕云回个后场高远，哇哦！这边宋硕云反拍再来点，这颗哇哦！许文琪告诉大家说，应该可以打第三局，应该可以打第三局。OK， 哇！结果9-9，许文琪硬是把比分扳平。这边这个漂亮的放球，漂亮哇！这个部分许文琪不愧是国际挑战赛的这个常胜军啊！哦，应该是第三局啊、哦！谢谢这个盛凯啊、哦，帮许文琪加油。OK。好，我们持续来看一下。我个人是认为啊，大家看好许文琪的点是什么呢？我很好奇耶，你觉得许文琪会赢的点是什么呢？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许文琪会赢吗？我个人认为不好说的原因是因为在于许文琪这场比赛的状况并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好，而宋硕云这场比赛的状况呢，我个人认为呢，其实呢比往常还要来得好一些。OK，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不定有可能。第二局宋硕云就把比分带走了，比赛带走了。因为许文琪今天的这个状况看起来，他的失误率比宋硕云来的高一些。OK， 谢谢这个阿飞，谢谢盛凯。OK，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的分享啦。OK， 10-9，刚刚呢许文琪自己的失误。OK， 回到了界外。当然啦、啊，两位选手我们都加油，你帮许文琪加油，帮宋硕云加油，一起在影片底下留言777，表示文琪硕云加油拼冠军。影片底下留言777，表示文琪硕云加油拼冠军。OK， 宋硕云推后场高，马上来推到哇，结果这球后场高推到哇，结果这边让许文琪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做一个得分、回一个中路得分，10-10平手，我也觉得不好说。谢谢阿奇的分享。小林，你觉得如果我要请那些球员拍 YouTube 影片，他们会接受吗？我觉得不一定，不一定。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你可以试试看。OK， 我期待你啊，期待你的影片。谢谢炫华，谢谢虎鲸，谢谢 Jeffrey， 谢谢这个马吉。我个人觉得很高的情况他们会答应你拍照，但是。要拍影片哦，说声说啊，大家好，我觉得有点困难哦，因为毕竟球员跟 YouTuber 是不一样的啊，这些球员他们有自己的隐私啊，他们并不是哦非常乐意，而且讲句现实一点的，球员其实他们都知道说这些自己的肖像权是很值钱的，顶多跟你拍个照应该 OK， 要让你放到 YouTube 频道，我觉得有难度，但是你可以问问看，说不定小林乱讲。哦、不要打击你的信心、哦、说不定张少你可以试试看。我们在讲什么呢？因为张少在马来西亚 他买到马来西亚公开赛的票了，所以他今天有遇到一些李子嘉这个周天成，所以他明天想要去在现场再碰碰运气，看能不能再遇到，想去跟他拍影片，那我分享我的这个想法跟他讲。 OK， 谢谢晋邦，谢谢这个嘉德。哪里看得到直播？你打 Badminton Euro 可以看得到。 OK， 好，谢谢这个炫华的分享啊，这个大家如果你想要看这个比赛的话，你打 Google 打 Badminton Euro， 然后进去他们官网，用这个脸书注册，应该可以看得到。谢谢盛凯，谢谢炫华，谢谢晋邦、嘉德，还有盛凯、麻吉的分享，谢谢 Jeffrey， 谢谢这个虎鲸，还有炫华的分享。好，我们持续来看一下目前比数12-10，12-10，哇，结果这个部分，我个人认为，宋硕云这边，宋硕云今天有一些反常的部分，就是在于说他在两分领先之后，通常都会出现一些失误，让许文琪有机可乘可以平手。所以这边宋硕云也要注意的是，在这个比分领先的时候要稳住哦，不能再出现一些失误，不然的话这样会让比分再度焦灼。OK， 谢谢晋邦的分享。目前比数12-10，宋硕云两分领先。OK， 宋硕云两分领先。好，我们持续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哇，结果许文琪漂亮的一个后场绕头，结果许文琪这球守住了宋硕云的攻击，守住以后，哇，换宋硕云出现失误，12-11，许文琪再得一分，许文琪落后一分而已哦。OK， 好，影片底下留言168，表示许文琪、宋硕云加油得分一路发。OK， 我们持续来看一下，哇，现在这个比分12-11。
哇，不得不说，因为其实两人今天在这个稳定度上面来说，宋硕云我个人觉得有比他平时还稳，可是这个部分来到冠军赛以后，我个人认为许文琪反倒是没有像他平时那么稳定的一个输出，有可能是一路这样打上来有一些这个身体的一些疲劳，有可能是这样子，可是宋硕云何尝不是呢？但是宋硕云今天的发挥我个人是觉得可圈可点，整体上来讲比许文琪稍微好一些。那说着说着呢，许文琪告诉我说，哎，不要给我乱说，我马上追平给你看，12-12。 OK， 谢谢晋方麻吉炫华的168，也谢谢这个晋方的分享，12-12的平手。 OK， 好，目前比分是来到12-12。哇，这个比分12-12，真的是紧张刺激啊。哇哦哇哦，目前比赛已经来到41分钟了。哦，本来我个人是预测说，可能在中场技术暂停，在第二局中场技术暂停以后，差不多可以预判一下这一局的这个走势，结果还是没有办法分出来。双方这边宋硕云赢2分以后，许文琪一定会追上来。哦，这边前面第一局也是这样子。OK， 宋硕云这边，哇哦，宋硕云往前积极的跟许文琪平抽打，哇，结果宋硕云拿下关键分数，许文琪回球再度挂网，13-12，宋硕云领先一分。实力很接近，的确，谢谢大一的分享。OK， 也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希望可以集到90个按赞正能量，帮许文琪、宋硕云加油集气。OK， 我们持续来关心一下现在的这个比数状况。OK， 我们看一下宋硕云发一颗后场高远，这边我们看一下，哇，宋硕云直接起跳，再来一颗，连续两颗起板，哇，结果这颗球许文琪放慢了速度，这边宋硕云又有机会，再一个滑拍，这边再推一个短球，宋硕云来到后场 ，biu 中路得分，哇，宋师傅攻许文琪的中路拿下了分数，一记 biu biu biu， 哇，中路的重炮攻击拿下分数，14-12了。这边呢，小林，我必须预这个发挥我这个小林的这个反指标的预测。宋硕云刚刚已经连续两次哦，在领先两分的时候，都会被许文琪连追两分。我这边预测还会再发生一次，许文琪会再追上来。哦，现在14-12，宋硕云两分领先。哦，许文琪要准备再追分了。OK， 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哦，这边许文琪反手拍一勾，哇哦，许文琪真的追上来了，14-13。14-13，罗叶，你找了很久都不知道在哪里按赞，在影片的下方，好，我们把这个手机板滑一下，会看到一个大拇哥，你就按下去就好了，谢谢罗叶。OK， 好，这个部分14-13 ，OK， 谢谢利友。宋硕云是上次优爸被对合并叫那位吗？是啊，是啊，谢谢虎金啊，真的是两位真的恐怖。你打 Badminton Euro 可以看比赛画面，没有错啊，可以啊。OK， 谢谢炫华，谢谢这个晋方，我的确在看比赛画面啊。OK， 谢谢炫华哈。这边我们看一下，哇，这个部分宋硕云说小林你预测错误了，我这边呢这一球我反手拍一回，再一个正手，哇，结果这一球许文琪的一个失误，哇，让宋硕云有攻击的机会，宋硕云往前，哇，宋硕云一个近身挑球。拿分15-13，宋硕云用他优异的往前表现、控网表现，让许文琪这一球没有办法救到15-13，哇哦！结果这边呢，哈，宋硕云啊，用他的这个美技告诉各位球迷们，我不会再让之前呢连续领先两分被这个许文琪连干两分这种事情再上演第三次了，事不过三啊。OK， 好，谢谢文件 ，OK， 谢谢这个 J。OK， 谢谢这个 George 哦，觉得马来西亚公开赛如果可以再次出现世锦赛打赢安塞龙吗？有可能啊。OK， 谢谢 Leo。OK， 感觉实力不错。OK， 谢谢阿奇送的往前，感觉比许还好。整体上来讲，我个人觉得许文琪的往前跟宋硕云的往前其实都差不多，只是说因为今天宋硕云很敢打，在现在这个阶段，宋硕云非常的敢打，非常敢拼。15-14，宋硕云领先一分。谢谢 J 啊、，J 说 They are excellent. Yes, you are right. They are excellent. Badminton player. OK， 这边我们看一下，宋硕云再次出现后场，哇，后场暴扣，再来宋硕云回一个后场，哇，结果这一颗球，宋硕云反手拍跳后场高，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部分宋硕云还有啊，这边许文琪也是想要盯住 hold 住这一颗球，宋硕云哇哦 ，unbelievable，I don't believe it， 哇，宋硕云这球有小丹的影子啊，后场斜线。好 ，PK 拿分16-14，谢谢舒淇的订阅支持，16-14，谢谢罗叶 ，OK， 谢谢古大义 ，OK， 好，这个部分16-14 ，OK， 16-14，也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希望可以集到，希望可以集到110个按赞正能量。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也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林斯 Liv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掌握台湾选手最新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哦。我们现在看一下法国羽球挑战赛冠军赛女单，台湾对台湾宋硕云的发球，哇，结果这一颗球宋硕云这边没有办法把控好，这球没有办法把控好，回到界外。OK， 好，16-15，这个许文琪追分。OK， 宋的防守也不错，不像上次的何冰娇一样，跟何冰娇对决一样。没有错，只是因为今天宋硕云其实防守上可圈可点，真的要讲其实不稳定性还是有。 OK， 谢谢罗叶。 OK， 我一直以为我在海外。 OK， 好了，这个罗叶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OK， 谢谢你的支持。 OK， 谢谢这个虎金。 OK， 这边我们看一下，哇，宋硕云这边大斜线 PK 再度展现，许文琪守住，哇，这边许文琪往前短，这边宋硕云，哇，结果宋硕云有去，哇，结果许文琪往前推颗短球，哇哦，哇哦，许文琪追上来了，他追上来了，神力女超人许文琪，他追上来了，16-16平手了，哇，这场比赛真的要比到现在，说谁胜谁负还是很难判定啊。OK， 影片底下留言777表示台湾选手加油拼第一。OK， 好，谢谢这个罗叶。好，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许文琪，哇，这边许文，哇，这边宋硕云，哇，往前放短有机会，宋硕云再一个大劈扣，再来到往前推一个后场高。谢谢华姐777，哇哦，结果许文琪这边回个后场的界外，哇哦，结果这个部分谢谢新订阅的朋友们支持，许文琪跟台湾选手许文琪跟台湾选手宋硕云这边的焦灼比分，宋硕云领先一分17-16。 OK， 谢谢阿琪，等一下也来个22-20，谢谢嘉俊，谢谢这个虎金，谢谢静芳，谢谢华姐，还有 George， 还有谢谢罗叶炫华静芳的777。OK， 好，谢谢虎金。哇，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宋硕云发球发一颗后场高远，这边宋硕云推一颗，哇，大对角，再来回一颗后场高，这颗球宋硕云反手有机会做一个正拍加压，再来推一个后场高，再来反手，再来我们看一下宋硕云推一个后场高远，有机会吗？宋硕云这边往前摆短，许文琪反手搓远搓短，这边我们看一下。这边宋硕云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很棒的攻击机会。OK， 这边许文琪挡住了，哇，许文琪有一个机会正拍截击拿分，17-17平手，哇，真的很刺激。谢谢安强，谢谢正黄，谢谢静芳。你觉得这场比赛非常刺激的话，影片底下可以留言999。OK， 你觉得这场比赛非常刺激的话，小林也这么认为。影片底下留言999。表示这场比赛真刺激。 OK， 谢谢 George， 谢谢罗叶。会不会等一下30-29不好说啊，谢谢阿奇啊，这个部分我就不说出来了，我怕我这个反指标等一下被我预测成真正打到30-29。谢谢熊猫罗叶华姐进方安强的999、啊、谢谢这个进方999。现在17-17啊，哇，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刺激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许文琪开一个后场高远，哇，这球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宋硕云救助，哇，结果这一球许文琪定海神针压线，后场压线，左半边后场压线，18-17，许文琪一分领先。 OK， 影片底下留言333表示许文琪再赢三分拿下第二局胜利，影片底下留言444表示宋硕云再赢四分拿下胜利。 OK， 谢谢静芳，谢谢嘉俊，谢谢 George。OK， 我们看一下，哇，这个部分许文琪开一个后场高远，这一球宋硕云回一个后场高，许文琪，哦，这边
宋硕云再来，哇，宋硕云反拍挡，再来这边宋硕云有个机会回一个后场高，再来宋硕云，哇，这有个直线加压，结果这边让许文琪滑拍短球切球得分，哇，19-17，哇，谢谢这个新伟，谢谢这个虎金，谢谢华姐，谢谢 George。谢谢静芳华姐，还有这个派崔克炫华一香六静芳罗叶啊，新伟的分享，哇，这个部分19-17，这边我们看一下宋硕云这边瞄准这一颗球，哇，宋硕云拿分19-18，目前的看起来，哇，这个部分宋硕云要追分了 ，OK， 刚刚那个是欧洲的，亚洲的要打什么字啊？什么东西？欧洲亚洲要打什么字？这个部分炫华我不太懂你的意思，这个一香六说哪边可以看到比分，现在这边不是可以看得到比分吗？OK， 谢谢一香六，不好意思，我也不懂你的问题，因为像我们现在正在秀比分呢、啊。OK， 谢谢静黄，谢谢正方。OK， 那目前比数19-18，宋硕云台湾选手宋硕云来发球，那台湾选手另外一边许文琪要来接发。OK。好，那个一向六说，如果你真的要看比分的话，你打 BWF， 你打 BWF Google 打这个 BWF 应该是可以看得到的。OK， 我们看一下这一颗球，哇，宋硕云的回击挂网，让许文琪呢提前听牌20-18，第二局的听牌。谢谢这个静芳，谢谢正黄，谢谢这个大家的分享。OK， 我们看一下。Badminton Euro 是欧洲的，对啊，那可是可以看啊，可以看啊。OK， 谢谢炫华，谢谢正黄，谢谢静芳，他们两个上次也是比第三局，没有错啊，小鱼。OK， 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好，这一球，哇，结果我们看一下这颗球，宋硕云没有办法救到的情况下，让许文琪推一颗后场，哈、哦，这边调虎离山之计拿下分数，来21-18。OK， 这边双方来到1-1平手，真的要比第三局了，真的要比第三局了。那第三局来讲，我个人认为对两人的体力都是考验呐、啊，哦，对两人的体力都是考验。OK， 许文琪扳平了比数，1-1的平手。那来到第三局哦，这个部分真的两位都是打好打满呐、啊，哦，这个部分来到第三局真的是要比看对。双方的这个双方的体力啦 ，OK， 双方的体力是第三局的决胜关键。谢谢 Jeffrey， 谢谢小鱼的分享 ，OK， 谢谢玉成，谢谢古大义的分享，也谢谢罗叶，谢谢 E，OK， 真的是高手对决呀、啊、，OK， 好，这个部分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z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掌握台湾选手最新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 ，OK。这边炫华说，这边哪里可以看到亚洲的比赛吗？诶，亚洲的比赛的话，这个部分真的要查哦。目前的话，因为现在这一场比赛是台湾选手在欧洲比赛 ，OK。好，所以炫华，如果你要看到亚洲的赛事的话，必须要再查一下 ，OK。炫华，好，希望你能理解。谢谢阿飞，谢谢阿奇，谢谢旧局，谢谢盛凯，谢谢正黄，谢谢旧局安逸的分享 ，OK。也谢谢盛凯的分享。好，目前比数呢，好是0-0，好0-0 ，OK。好，我们持续来看一下 ，OK。那目前呢，双方要来到第三局啦，我们再做一次调查好了。你觉得来到了第三局以后，你觉得许文琪会拿下第三局的？影片底下留言3。那你觉得宋硕云会拿下第三局的？影片底下留言5。OK。好，你觉得许文琪会拿下第三局的胜利的话，留言3。那你觉得宋硕云会拿下第三局的胜利的话，留言5。我们现在看一下许文琪的发球 ，OK。等一下，我擤个鼻涕。好，像炫华跟 ST 跟 O， 还有这个盛凯、旧局、熊猫，哦，还有这个右鲁 O， 还有古大一，都有不一样的想法了哈。那目前开局许文琪这个部分，也谢谢这个古代叶家俊还有炫华的分享。好，我们到目前比数是2-0，哇，许文琪连拉两分啊 ，OK， 好 ，OK， 那这个部分呢，哦，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一球许文琪，哇，宋硕云这球，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哇哦。
哇哦！结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宋硕云这球没有办法接到，3-0。哇哦！谢谢 Angela Wu 有转播哈，你往上拉一下，看到小林留言 Badminton Euro 这个网站可以看。OK， 谢谢 Angela Wu 的提问，谢谢家俊大义，还有欧，还有右鲁熊猫的分享，还有 George， 还有这个嘉祥、嘉阳，还有阿奇，还有小鱼，还有盛凯的分享。谢谢罗叶的分享。OK。体能上许文琪应该会比较好一点，我个人认为看起来是这样子的，因为感觉许文琪的体力是蛮充沛的，4-0，那感觉目前宋硕云的专注度有点下降了，谢谢正煌的分享 ，OK， 好4-0 ，OK， 许文琪发一个后场高远 ，OK， 这一颗哇哦，结果宋硕云回球挂网 ，OK。目前5-0，哇，这样下去的话，宋硕云要小心比分被一波带走哦。OK， 好，然后这个刚刚有一个网友私讯给我啊，他是佳慧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看直播啊。佳慧说为什么他都不能留言，然后我先回答一下佳慧，因为佳慧你这个账号哦，常常留一些图片式的留言，留一堆图片式的留言，可能会被系统就认定说你这个账号是一个。不 OK 的账号，所以你没有办法留言，有可能是这样子哦。我不知道佳慧有没有在看，哦，跟大家讲一下。好，谢谢这个正煌啊，谢谢这个盛凯 ，OK， 谢谢 Larry。宋硕云如果拿到冠军的话，排名会升到63，如果是许文琪的话，会到43。OK， 谢谢 Larry， 谢谢这个小鱼说喂，对这个E说宋硕云的体力快要见底了。的确是有一点，因为他现在专注这个整体的这移动跑动的速度也变得比较慢一些。也谢谢盛凯，谢谢正煌，谢谢罗叶。那这样看起来的话，真的是有点一波流啊，6-1。只要许文琪他能够稳住自己的失误的话，那这场比赛，等于可以提前的宣告是许文琪的囊中之物了。OK， 也谢谢阿奇的分享。许上次跟澳元比到第三局也是差一点点赢。应该是许慧莹，谢谢小鱼的分享。OK， 那宋硕云这边其实也并没有，也没有说他一定会输，因为宋硕云如果继续去跟这个许文琪做一个拉吊的话，其实耗体力，可是他只要盯住，那其实他还是有可能会，获胜的。OK， 好，目前比数6-2，宋硕云再得一分，许文琪出现了一个后场回球的边线失误。OK， 出界。谢谢正煌，谢谢盛凯，谢谢E，还有这个小鱼的分享。好，我们持续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好，我们持续来看一下目前的比数。哇，结果这一球7-2，许文琪还是非常的果断哦。该拿分的时候，他还是好非常的稳哦。这个部分7-2拿下了这个比赛的分数。OK， 好，我们持续来看一下目前呢，许文琪要来持续发球。OK， 但希望这次宋能够赢。OK， 好，谢谢罗叶的分享，谢谢正煌，谢谢盛凯。OK， 好，我们持续来看一下这个部分，OK， 好，那宋硕云呢？好，持续的追分。好，目前的比分7-3，宋硕云现在也开始慢慢的哦，去把自己的这个速度重新去做一个调整。好，谢谢爱佛生之家安安，谢谢玉轩晚上好。OK， 谢谢正煌。OK。好，那目前比数7-3，宋硕云来发球。OK， 谢谢正煌的分享。这边，哇，宋硕云挑一颗短球，这颗哇，这边宋硕云回一个后场高，哇，结果这颗后场高太甜了，让这个许文琪有机会哦，后场直接一个扣球斜线拿分，8-3。OK， 谢谢这个他们的对战记录啊，历史国际赛的对战就是1-0，许文琪拿下胜利。OK， 那一局是2-1，许文琪逆转胜。OK， 谢谢玉轩，两边都加油。好的，这一球我们看一下，这一球也是啊，宋硕云回的太浅，直接让许文琪可以这个起跳轻松扣球拿分，9-3。OK， 谢谢正煌的这个分享。OK， 谢谢庆富啊，这个希腊、南非、西班牙、南韩。既然取消成绩资格，台湾公开赛、公开水域游泳目前决赛第二名仅次德国。谢谢庆富的补充 ，OK， 也谢谢古大一的分享。OK， 目前的比数是来到了9-4，哇，这个部分宋硕云再度拿分，好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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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球，得分，再加一分，谁对谁？这个部分呢，陈友啊，
这个台湾的选手许文琪对上台湾选手宋硕云。OK， 好，这个部分也谢谢明代 Hello。OK， 盛凯说体力不行，也、欸、不一定啊，不好说，因为其实现在还是五分差，宋硕云也是有可能可以继续追分的。那的确看起来，宋硕云的体力是有大幅的下降，没有错。但就看他可不可以 hold 住啊？好，这现在就是宋硕云自己跟自己的意志力的对抗了。OK。那这一球，哇，宋硕云的脚步明显比较慢一些，让许文琪有机可乘，做一个滑拍切球得分，10比4。OK， 许文琪呢，哈，目前领先6分。OK， 谢谢郑华的分享。OK， 好，来这边我们的加油口号还是要喊出来：许文琪、宋硕云，影片底下留言，金牌、银牌都爱你。OK， 帮许文琪、宋硕云加油。OK， 好，我们持续来看一下。OK， 这个部分。这一球哇，11比4进入了中场技术暂停。OK， 比赛来到中场技术暂停，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林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掌握台湾选手最新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哦。好的，那目前的部分呢，比数是来到11比4。OK， 谢谢炫华。OK， 谢谢玉轩，谢谢明代。OK。小宋昨天泰国超级拼的，没有错啊，这个意哦，意有看哦，谢谢 Morris， 谢谢 Morris， 没有错啊，这个金牌银牌都是我们台湾选手，都爱你们啊 ，OK， 都爱我们台湾选手啊，哈、哦，这个部分我们持续来看一下，我们持续来看一下这个部分 ，OK， 谢谢这个小鱼，谢谢这个古大意 ，OK， 谢谢莫城 ，OK。好，对啊，不论输赢，其实不论这个谁输谁赢，对两位选手来讲，积分都有上升啊 ，OK。好，谢谢明代 ，OK， 好，也谢谢这个郑华的分享 ，OK， 好，我们持续来看一下目前比数11比4 ，OK， 来看一下许文琪的发球 ，OK， 许文琪世界排名44的许文琪面对到世界排名73的这个宋硕云，哎，是73吗？71的宋硕云，这个部分两人的实力其实差不了多少，其实但是第三局体力的部分呢，明显许文琪呢哈是体力来讲是比宋硕云来得好。那这个许文琪他其实前两局失误是蛮多的，但是他靠着第三局体能的优势呢哈，目前呢对宋硕云大幅的领先，12比4，这边许文琪开始加速喽，正拍哇去做一个直线加压拿分，13比4。OK， 谢谢这个旧局，谢谢这个熊猫，谢谢易，谢谢静芳。OK， 好，这个部分呢，好、哦，宋硕云也是要想办法盯住啊，不然的话，真的第三局真的就会被许文琪一波带走。那许文琪看起来第三局他就是稳稳的发挥啦 OK， 不去特别的去打一些技术球，他就是看到宋硕云有这个回球弱点，他马上就是哦不放过，马上得分。好，那宋硕云因为他体能的关系，他大幅的下降了专注度，还有速度的回击的速度、跑动的速度，所以他失误率也提高了。啊，这个部分对于许文琪来讲，他是有一点以逸待劳的感觉。OK， 谢谢阿吉，谢谢郑煌，谢谢小鱼，谢谢中心。得冠的奖金多少，亚军多少，我们这个部分等一下跟你们说好不好 ？OK， 谢谢阿吉。OK， 好，也谢谢盛凯。OK， 好。那这个部分呢，目前比数是来到15比14。哪里来的画面真是专业，我们这边没有比赛的画面啊，这个我们不能分享比赛的画面，这比赛画面在 Badminton Euro 可以看。好，谢谢这个叮咚，谢谢建制啊，这个都可以，你想帮谁加油都可以，两位一起加油都可以。谢谢这个妍希小戴珍惜小戴没有比，因为这个部分成绩比较低啊。谢谢盛凯，谢谢这个张少，谢谢这个郑煌。的确，许文琪这边是开加速了。OK， 16比4，哇，这边这一球宋硕云的回击来到了这个挂网。OK， 许文琪得分17比4。OK，Hello，、okay, 这个小的冠宇，我们会脱帽脱墨镜唱国歌啊，谢谢这个古大义，谢谢建制。OK，OK， 影片底下留言777，帮助许文琪、宋硕云加油拿下比赛的胜利。哇，这球许文琪自己的一个失误，让宋硕云拿分17比5。OK， 谢谢建制的分享。OK， 好，目前比数17比5，我们持续来看一下，持续来关注这一个部分。
OK， 谢谢关玉，谢谢这个叮咚，谢谢熊猫，谢谢嘉俊，谢谢建志。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哇，许文琪这边哇做一个正拍直线的加压，结果开掉啊，来到界外17-6，宋淑云拿分。OK， 谢谢志华，谢谢嘉俊、建志、熊猫、叮咚的分享。OK， 好，那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这一球，好，谢谢这个雪菜的分享。OK， 谢谢这个。虎鲸鱿鱼的分享 ，OK， 这边啊，大家留言留得好，我都会帮你置顶哈、啊，分享啊，来跟大家讲一下 ，OK， 好、啊，谢谢正黄 ，OK， 谢谢明代 ，OK， 目前比数17-8，哇，这个结果这球许文琪这边没有把握好，让宋淑云拿分，好，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比数17-8 ，OK， 好，对我们国旗忘记拿出来了，谢谢正黄的分享，好，来。国旗为两位选手加油集气 ，OK， 谢谢正黄的提醒 ，OK， 来这一球关键这一颗球，哇，落点形成了一个界外，让宋淑云得分17-8 ，17-8 ，OK， 谢谢静芳，谢谢盛凯，谢谢正黄的分享 ，OK， 谢谢雪菜的分享 ，OK， 好，谢谢罗叶 ，OK， 那也谢谢小鱼的分享，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一球。哇，这球这个宋淑云来不及啊，来不及！目前比数是来到18-8 ，OK， 许文琪再得一分 ，OK， 啊，谢谢小鱼的分享 ，OK， 他们这站比完还有比吗？还是直接去参加马来西亚了？这个部分许文琪的马来西亚有没有参赛？我这边不确定，要再重新看一下签表，有点忘记了 ，OK， 谢谢静芳，谢谢古大义的分享，谢谢雨辰 ，OK， 好。这边我们看一下许文琪这个部分，哇，这颗球，哇，许文琪这个反应真是太强了，哇，已经宋硕云已经把他逼到了一个绝境了，但是呢，这一颗球宋硕云的攻击还是有办法让这个许文琪还是有办法救到我，哇，简直是一个 nice play， 哇，这边呢是一个许文琪的手中反攻19-8，影片底下留言222表示许文琪再赢两分拿下比赛胜利，谢谢静芳，谢谢建志，谢谢莫成，谢谢虎鲸的分享 ，OK， 谢谢易的分享。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这一颗球，许文琪回球，结果开掉19-9，宋硕云拿分 ，OK， 总奖金才15,000 ，OK， 谢谢莫成的补充，谢谢虎鲸，谢谢炫华，谢谢 Morris， 谢谢 George， 谢谢正黄明代。建制的分享 ，OK， 也谢谢静芳 ，OK， 好，目前的比数来到了19-9，来许文琪，宋淑云的开球，好，也谢谢莫成的补充啊，本来这个比赛就是一个低层级比赛，所以他总奖金不会太高啊 ，OK， 这个部分哇，许文琪做一个正拍的加压哦，做一个回击拿分20-9 ，OK， 影片底下留言111表示许文琪再赢一分拿比赛胜利 ，OK。好，谢谢罗叶，没有错啦。好，罗叶说的对，谢谢明代，谢谢古大义，谢谢叮咚，谢谢这个莫成哦。许文琪有参加马来西亚大师赛，但是并没有参加公开赛。好，谢谢叮咚的分享，谢谢炫华，谢谢这个慧。OK， 哇，20-10，谢谢大家111。OK， 影片底下留言111表示许文琪再赢一分拿比赛胜利。OK， 谢谢这个永真，谢谢正黄建志，还有严林的分享。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OK。来，宋硕云的发球，这边宋硕云回球来到后场，结果这球在界内，20-11 ，OK。好，我们来看一下宋硕云这边继续发球 ，OK。谢谢这个明代，谢谢这个虎鲸，谢谢 Morris 的分享 ，OK。我们来看一下宋硕云发颗短球，这边宋硕云推一颗后场高，这边宋硕云反拍哦，推短，再来反拍挑后场高远，这边。这边宋硕云这边反拍起后场高远的高球，再来哇！结果这一球有点可惜，宋硕云没有办法接住，比赛结束。恭喜许文琪拿下了冠军，宋硕云拿下了亚军，都是我们台湾选手，手心手背都是肉。恭喜我们台湾选手许文琪、宋硕云拿下了冠军金牌以及亚军银牌。OK， 恭喜恭喜！哇，这个部分太恭喜我们台湾选手了，真的是好样的。真的是好样的 ，OK OK， 实至名归 ，OK， 实至名归，不是浪得虚名，不是浪得虚名 ，OK， 好，恭喜个许文琪拿下了冠军，也恭喜这个宋硕云拿下亚军。那整体来讲，第三局的关键就是在体力了，宋硕云的体力在第三局呈现一个大幅的下滑，没有办法盯住的情况下，让许文琪大幅的领先，拿到最后的比赛优胜 ，OK。
那这场比赛关键还是在第关键第二第关键点也是在第二局，宋硕云没有办法把领先呢守好，继续拉开比分，导致许文琪有办法可以从后面追上，这也是宋硕云之后要复盘检讨的一个问题。OK。好，谢谢这个328，谢谢这个 Larry， 谢谢建志，谢谢这个郑黄，谢谢雨辰，没有错，我没有脱帽脱墨镜唱国歌了，今天连续两次啊，今天连续两次，这个比较好，还有颁奖画面 ，OK， 没有错，这个有颁奖画面，我们准备了，冠亚都是我们台湾啊，开心啊 ，OK， 来，我们脱帽脱墨镜，再度重见光明 ，OK。好，我们来脱帽脱墨镜唱国歌了，唱国歌要颁奖了。OK， 那我们颁奖的时候呢，一起来唱国歌啊。OK， 一个冠军，一个亚军，开心啊！谢谢小鱼，谢谢这个晋邦，谢谢郑黄。OK， 国歌我们准备了。OK， 要来唱国歌喽。OK， 我们准备要来唱国歌了。OK， 好，这边大家可以会唱的一起唱，好 ，Put your hands up， 国歌会唱的一起唱。OK， 好，来。我们的准备国歌开始咯，三民主义无党所重，一见民国已经打通，知而多是为民先风，树叶飞谢，注意是从事情等等等等，使用等等等等，必心等等等等，必中等等等等，一心等等等等，一德等等等等，贯彻始终。开心啊，开心啊 ，OK， 好 ，OK OK， 我们继续 ，OK， 我们要唱国旗歌 ，OK， 那在唱国旗歌之前，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掌握台湾选手最新比赛资讯，帮你好统这个统整台湾选手最新的比赛资讯。第一时间可以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一起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掌握最新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国旗歌的部分。OK， 国旗歌的歌词我们准备了。OK， 好，准备喽，准备喽，我们来唱国旗歌。来，国旗歌的时候，国旗一定要拿起来。OK。好的，山川壮丽，五彩丰隆，炎黄始祖东亚称雄，无自暴自弃，无故不自封，光我民族处境大同，创业飞歇，缅怀祖先烈，守成不移，摸土轻功，同心同德，贯彻始终，青天白日满地红。OK， 好 ，OK， 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哇，许文琪跟宋硕云拿下了冠亚军，拿下了冠亚军。今天真的是可喜可贺的一天。稍早呢，我们台湾的选手，女的这个女子射箭团体雷千莹，还有这个彭家茂，以及郭，等一下我想一下。郭子，等一下，我突然忘记他的名字了。郭子，哎，等一下，我想一下，他的名字我突然想不起来。雷千莹、彭家茂跟郭子琪吗？不是郭子琪啊，对，不行，我突然忘记他的名字，这个不能忘记啊，好吧，这个是今天是台湾选手骄傲，我突然忘记他的名字了，哎呀 ，sorry，OK，、okay, 我突然忘记他的名字，郭子颖、哦、雷千莹、彭家茂、郭子颖拿下射箭女团的这个世界杯巴黎站的这个冠军。OK， 所以呢，哦、今天真的是双喜临门。OK， 好 ，OK， 好，这场男双是对谁？是台湾的这个苏敬恒跟这个叶嘉宏对上这个泰国的选手。OK，
好，没有错，郭子颖，主不要怪该换了，男双要开始了，没有，我们没有要播这个男双，不好意思，因为我还没有吃饭，而且我等一下还有其他事情，如果这个 OK 的话，我可能会回来继续播，但是我们今天可能就是先播到这边，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没有办法继续播下去，抱歉抱歉，不好意思。那也很感谢大家正能量帮台湾秀加油，因为小林等一下还有事情，也还没有吃晚餐，所以我必须要先去吃个晚餐，然后处理一下我要做的事情。OK， 也很感谢大家今天正能量帮我们台湾秀加油，大家真的都太棒了，帮台湾秀加油就是开心。OK， 那这个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就是这个直播结束以后，大家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说，最后男双啊，还有最新的这个射箭的更新啊，都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我都会看，都会回，谢谢大家，谢谢大家。OK， 谢谢这个文件，也谢谢是叶宏伟哦，不是叶家宏，我讲错了，叶宏伟，抱歉，谢谢叮咚的更正，谢谢建志，谢谢这个正煌，等一下没有，我们要下播了。谢谢建煌，谢谢建志，今天是三喜临门，没有错。谢谢明俊，谢谢阿奇 ，OK， 谢谢这个 Christina， 谢谢这个虎鲸 ，OK， 谢谢雨辰 ，OK， 谢谢这个傅之龙 ，OK， 谢谢维尼哥，谢谢方程式，谢谢建志，谢谢这个阿奇说许在新加坡第一场就遇到王子怡，不一定啊，好，说不定有不一样的这个展开啊。OK， 谢谢阿奇的分享，谢谢小鱼。OK， 谢谢这个建志，也谢谢这个丁董，也谢谢这个小鱼。OK， 也谢谢建志、傅之龙，还有这个丁董、莫成，还有明代、好洪凯，还有嘉俊，还有这个方程式、炫华，还有大家的这个正能量分享。OK， 也谢谢328 ，OK 328的补充，也谢谢正煌。好，那就先这样子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晚安晚安。OK， 我们下次的影片见。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OK， 谢谢大家，晚安喽，拜拜，拜拜，拜拜。